Hello 啊，各位观众朋友们啊，欢迎大家收看咱们的多人斗罗大陆啊，这里是黑球，这里是一天然。好了，如果你们喜欢咱们视频的话，别忘了一键三连啊，先赞后看啊，养成好习惯呀、啊。对，点赞的都是啊，天然他真爷爷啊，没错啊，中爷爷们点个赞吧啊。然后上期的话，视频下面有同学让我刷很多僵尸，什么末影人魂骨啊，什么啊、一片蓝魂骨啊，我操，我人给我整傻了，我真的是。然后一片蓝魂骨。然后这我打算搞一个僵尸魂骨吧，这僵尸魂骨的话，头骨非常的牛逼啊！你不是掉了个回骨头骨吗？啊，我们这不是骷髅吗？骷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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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僵尸，说错了，骷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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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掉吗？那是掉了什么头颅？然后这期的话，我们准备打算想刷一套僵尸魂骨啊，僵尸魂啊，不对，小白魂骨，小白魂骨的话非常的屌，我是这么觉得的啊。对僵尸魂骨有感情了？啊？对僵尸魂骨有感情了？一直说错。肯定啊，那必须的。来吧。僵尸魂骨的话也是不错的，威力啊，第一魂技特别是啊，第一魂骨技能，屌爆了！我先刷好吧。你刷，你也在刷哦，你也拿出来了。我们找大哥已经拿了一堆出来了啊，然后。看咱们能不能刷出来这边。哇，打这个十万年的也不行啊！哦，我掉了一些啊！哇，没有全掉好吧？还没有完全掉。哇，你可以试着吸一波我们的第六魂技。对啊，我们还可以吸魂环，哎，多好！边刷魂骨边吸魂环，两全其美，吸收失败了。那肯定。看一下啊，这边，我就掉了一个。左腿，你还掉了，我一个都没掉。哦，两个左腿。哇，你走这么快、啊？掉了两个左腿。你走这么快呀、啊？开心。哎，我这掉了个什么？我这掉了个躯干。躯干开心，躯干，我想要的是他的头颅，我啥都不要，我要他的头颅。他头特别难掉。头颅非常的帅气，好吧，那个玩意儿威力老高了。是吗？我还没见过骷髅小白的这个头颅呢。你怎么就没见过啊？我记得你见过呀，怎么可能没见过？你还用过嘞？肯定见过啊。哦、就是很多头啊啊哦啊哦，知道了，想起来了，就很多头啊，我知道，没见过你这个睁眼说瞎话，真的，我感觉你是啊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现在已经有右臂了，然后左腿了，我就差四个了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，哎，就挺快的，真不错。哇，我也没有，我这一个都没屌，吸收，万一我能吸收成功魂环了呀？我觉得我能够吸收成功魂环，你感觉你可以吗？我感觉我可以啊。吸收，39万年。这魂骨的话比较的难掉，我感觉。哇，真的。这魂骨挺难掉的。掉这些东西有点多啊，这东西。确实，所以我拿了这个。身上的东西比较多，太难受了。对呀、啊，背包满了，难受。背包满了，万一他刷出来了，怎么没捡到啊？这就尴尬了呀。然后还眼瞎没看见，对吧？你亏的。哇，黑手没有用哎，黑手。黑手没有用吗？哇，黑手把他们全部给散开了，这锤子有。啊，你还会被散开吗？我感觉。对啊，黑手把他们直接给散开了，直接还用不了黑手。放太多了吧，你一下。又掉了个脚。你走这么快，我怎么没看到？哎，我又掉了一个躯干，多一个躯干。哎，我掉了一个，我很多腿，很多支架。很多腿，哎，我来了。来来来，哎，等会儿。我给你个躯干。哎，我怎么捡不起来啊？哎，我来捡，我捡到了。是一个啥？我这边还有。哎，刚好右腿我没有，真不错。我这边还有，我这边左腿，左腿我有，左全是左腿，我日了狗了，全是左腿。你这、啊、全是左腿，我服了。你这不行啊，你这遭不住啊。全是左腿，39万年，摧毁了，39万年都难得打。懒得吸，吸收，还吸收十万年，十万年可以尝试一波，没有成功啊，尝试一波，哎呀，这不行啊，这运气不行啊，今天，哪有那么容易啊，那么容易，你以为买啥了，真的是，你以为买白菜了啊，你以为吸白菜没？吸白菜，为什么我现在打他不怎么掉血啊？哦，这么刮痧了吗？现在卡。卡的原因、哦、对，确实还挺卡的，放太多了，你是不是放太多了？没有啊，还挺少那个啥的，挺少的，没有一组一组的放，我这一点点的放的，几十个，我来看我能不能够吸收成功十万年的，你知道吗？
我感觉这一期我刷不出那个头颅，那个头颅太难了，真的。我感觉也有点悬。所以说这一期对我们啊这个西小白的这个想法啊，不要太抱太大的期望。对，对，我们就是顺便啊吸一下我们的第六红环而已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开背包都开不了了，我吐了，我真的是。你怎么这么卡？我这边还好。开出来，开好了，开好了。啊，怪太多了，应该是。再刷一波，等会儿清理一下这些垃圾。OK。来，酸雨。菊花，菊花，哎，这叫菊花什么来着？啊，呸，什么玩意儿？菊花？菊花什么菊花啊？这是兔子武魂，他妈跟菊花，说菊花干啥呀？我玩傻了，菊花也玩多了，晚上人傻了，我操，难受。晚上，哎，我有僵尸的腿啊！我有僵尸右腿啊！妈的，僵尸右腿，你刷出个僵尸右腿啊？僵尸还是小白？僵尸的。捡着呀，感谢。对，我先留着，搞不好就刷僵尸五了，对吧？对啊。吸收，失败了。不是很好。十六万年。不是很好吸。刷也不好吸，吸也不好，刷魂鬼也不好刷，吸魂环也不好吸，真的是左右为难啊，兄弟们。只有硬干，好吧，硬磕。对。我觉得我这个能够成功。点赞的都是，点赞的都是爸爸。哎，三十九万点，你刷完了吗？我要清理一下。我刚放。我要清理一下，这必须得清理一下。好他妈的！看看有没有掉了吗？掉了吗？掉了一个，掉了一个腿。可以，我两个腿都不缺了，但是。我还缺一个右腿，左腿还是右腿？右腿。右腿，你刚不是说一大堆右腿吗？吸收，失败了，失败，清理一下，清理一下，清理一下，太多了。OK， 这必须得清理一下，真的。哎呀，这东西太掉帧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哎呦，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哎，咱俩完了，完了，那个点没了，完了，那个点没了，完了，那个点又没了。没事，找得到，找得到的。那沙漠很近的，啊，不是特别的远。前几集视频应该是有坐标的，没关系，小问题。左腿、右腿，哦，左腿、右腿都有了，都有了是吧 ？OK， 可以。又掉一个躯干，我麻了。全是躯干。对，全是躯干，这小白躯干怎么跑掉啊？哇，这黑手居然没给他们全部给弄死！我的十万年都被你勾过去了。是吗？哎呀。对，是的。三十九万年，没事了。我看看有没有第一眼的戏，失败了。左手全是左手，碰点红环，左手，我看看，左手我没有啊，左手我多了一批炮，两个，来给你一个，给我来一个，给你来一个，给你来个多少的？给你来一个加四十二的左手，加四十二的，我加他，再加四十二，三十九万年算了，妈全是三十九万年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人傻了，我看一下年限，年限是六。太高吗？差不多呀，应该。来，咱们继续，先吸着刷着，看咱们谁先成功，好吧？呜、okay. 哦，我已经刷到一套了。啥？一套了。你都刷了一套了，为什么我一个都没？我全是手臂，我的妈呀，我全是手跟脚，哎、我裂开。我头骨都掉了。头骨都掉了吗？对，我外魂骨也有了，都掉了。哎、我全是头跟头手臂那些啥的，我吐了，我真的是。你这运气不行啊。全是手臂、脚啥的，哇！我脸怎么这么黑啊，兄弟们啊，太难了，我操！真的是，可能是因为没有点赞的原因，兄弟们点个赞吧。兄弟们啊，一定要点赞啊！我看一下我有哪些东西，我这个太，真的是全是脚跟手，我吐了，我真的是。你还缺啥？我缺的挺多，我感觉。你缺挺多吗？左，我看一下啊，左脚的话200。左脚左手，我看一下，我装一下看一下，43，90多，拆个外敷跟头部，外敷就差这两个吗？对，就差这两个， okay. 外敷跟头部。我把这多给它整掉了。啊？啥呀？我
这多了一大堆这个魂骨符，哎，我好像记得僵尸的，那没事，僵尸的留着啊，小白的真的，不小心扔掉，扔到了。OK， 接下来就差你的了，接下来就差一个外敷跟一个头部了啊，兄弟们啊，那咱们继续刷吧，来走。2000 years later。咋了？我又吸收成功了一个35万年的魂环。你这什么东西啊？你这是啊？我的天哪！你这个，我人傻了呀！我靠！这就是欧皇吗？这就是啊！我这运气是怎么了？我这运气，快来吸一口我的欧气！我这掉了一个躯干，我的天，没有用啊！有了呀，已经。金镐些没有用的，我真的是服了。我看一下我的第六魂技。破魂，破魂，开心，你让我成功一个魂环好不好啊？太捞了，成功一个魂环，12年，成功一个魂环也可以、啊。六魂技，呜、哦，哎呦，哎呦呦，呜，就一道光，一道红光吗？就这，可以，还挺屌的，让我大开眼界了，这个还可以，不错、啊，跟幽灵跟幽灵喵有的一拼，好吧？有的一拼吗？对。哦，可那可以可以，效果还不错，看上去掉魂骨了吗？伤害不是很高，掉了个腿儿，没啥呀，没有掉啊，咱们继续刷吧。掉了吗？哇操，这个我没有掉，没有掉，吸收了一个300万年魂环，哦、哇的天、啊，兄弟们，我这边刷了好久了，都刷了半个小时了，刷了一背包的魂骨，我的妈呀，还扔了一堆，吐了，我也是扔了一堆。第几魂环？这是第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六魂环，30万年，可以。对，可以。第几魂技？第六魂技，虚无。看一下给谁换一下？第一个魂技换一下。看一下我的有伤害吗？800多。尝试一下好吗？800多？你怎么知道800多？我预判一波。看我的虚无。多少啊？这几个意思？啊？有伤害吗？我没看到伤害嘞。有伤害的，但是虚无。900吗？我看像500。900，太老了，真的是，才900。差不多。放一堆僵尸出来，尝试下咱们的效果，好吧？看我的第六魂技，虚无。嗯哎、哇，有1000的伤害。有一千吗？哎呦，有一千的，还可以。可以。还不错。一背包魂骨，我刷不下去了，真的，兄弟们，太难了，太老了，这个东西，这不是太难了，太老了，真的，就差不能说我脸黑，就差个头骨，兄弟们，咱们下期再洗头骨吧，这一期已经过了很久了，啊，对，头是最难杀的一个魂骨，对，头是最难获得的一个魂骨，兄弟们，所以说一期不行，我知道这一期不行，肯定不行，哎，谁知道他吸成功了一个魂环，哎，这就很难死，干嘛又掉了一个外根骨。外附吧，外附，对外附。哎呀，又掉了个外附，我吐了，我真的是，这怎么搞啊？这怎么搞，兄弟们？这怎么搞？你们能告诉我这怎么搞啊？我把我的送你了。那不好，真的是你这个。我试一下，我再试一下这个魂环，走你，失败了。啊，算了吧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咱们就暂时先不吸魂骨了。然后这期的话，我吸收了一个万年的啊。啊呸！30万年，对啊，如果你们喜欢这部视频的话，别忘了一键3连啊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